4月16号我们到上海的推荐，南京的推荐，我们就是希望呢，啊，当卖东西，啊，当讲交朋友，啊，拼经济。产品上，比如说，咱的有必要是，咱宜兰严选的米，咱说百里关区，咱的这个米一年有三期稻作，宜兰关流一年只有一期稻作，所以呢，咱的土地有适当的休息，所以当好咱的这建筑上盖优质的优质米，这是咱最主要，当讲这个嘛，比较推出去，过来呢，咱十二乡镇大家知讲，咱的这个头城啦，咱的观光。受业者哈，啊，有咱的冲浪啦，咱在所有的大家有咱当全省、全世界上盖好的温泉，会当讲，咱的这个大溪头城壮围，拢有野人选品，拢非常非常的优质。相信呢，过来咱的这东山五的三星，三星仓哈，咱在所有十二乡镇，咱的农产品都是很优质，相信推出去一点东西，大家拢会甲咱压大富翁吼，赞的。局长，那个这次出去的话，有没有预计就是为宜兰带来多少一些那个多少工作？相信哦，咱的李树叶子，咱的万人会跟来跟咱吃哈。我相信这是哦，咱对咱这民宿业者、立下民宿本店，这咱拢个推销哈。啊，个咱农产品哈，啊，咱的工作啦，咱的这产业啦，咱的需要哈，宜兰关有优质农产品，还有渔业啦哈，鱼啊啦、罐头啦，拢总要个推出去。那预计有没有像那个韩市长一样，那个订单大概有预计多少？请问那越来越多吗？还是预计大概多少？我们呢，当讲咱呢，宜兰县政府会尽量吼，这段时间呢，我们尽量的吼，会当给宜兰呢这个经济给拼出去。那以前吼，大家会排斥陆客，因为他觉得说他们的生活习惯可能不太好，会不会因为这样子担心说，因为陆客来了，然后其他日韩的客人或其他的客人都不来了？运动是买吧，因为呢，大家拢知影讲，咱咧拼经济，即卖的人吼，最准哪来哪好，相信呢，应该呢，大家都会很守规矩的。我相信讲，大家拢一定会真，真认真，真拍拼，真认真，那应该会很好。有没有打算要见谁？有没有事情？拜会谁？拜会官方的行程。这个我们还在这个协调当中，所以是有对象哦。正在协调。另外，如果陆方问起其他公司，您的看法呢？咱希望呢，当讲变经济，大家较好过日子，两岸的和平，这是上盖重要。那县长，我们要跟大陆那边有官方的拜会，那有跟那陆委会那边有回，就是回复吗？或者是我们正在协调沟通当中。层级大概会到，有即嘛有即个即个好朋友讲，伫甲咱斗协调沟通当中，伊拢还袂当来甲咱讲。我相信呢，伊咱的先困先鱼，一定会拄着即个真好的成绩啦。有没有跟陆委会报告一些什么东西吗？该做的程序我们都有做。